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这几天老研究着怎么答题去了，怎么研究科目一去了，然后好几天没去那个山货庄让大姐那去买东西去了。啊，今天下午真事是答够了，答的头都疼啊，上他那去看看去吧，看他有没有啥好玩意儿，然后顺便有些小东西啥的买一买。走吧，出发。哎呦，我到了。哎呦，咋的了？这树叶了呀？感冒了？叮咚，你干啥呀？才吃饭呢？就这小生活条件，你看见没有？过得苦哈哈的。来，我来找点东西。找吧。啊？这参又卖了的？啊，这些参是又卖了的。我看吃啥好吃的？爆米粒子。东北大苞米粒子，大苞米粒子，大咸菜头啊，那是。这是肉。肉啊！啊，我寻大咸菜头了，那个孩子我都全刷了干啥呀？肉的还行，这个要切片了。啊，卖了，卖切片，香参切片。嗯，香参切片。这大姐，你看看一天的，造的，你得亏是个女的，你看你造的比个大老爷们都难看。哎呀妈呀！你咋整的？我天天得干活呀，这一天天的，妈都要忙死我了。你这蜜片呢？刚才买货的那帮人走了。刚走了，蜜片呢？你这苇子没有粒儿的啦？一点儿也掀不到，有粒儿的。现摘呀？不是现摘。现摘点呗。我找找你蜜片儿。带着果来的呀。还在这儿呢。这个这是人参的蜜片儿。好多人问我这啥玩意儿啊？一块一块的，这不是糖啊。这是人参的蜜片儿。文绉绉的点说就是，茫茫长白山。出的人参切的片儿，简单点说就是整了一颗棒槌蒸熟了，然后切成片儿，在蜂蜜里泡了泡，啊，简单点说就那玩意儿，不是啥那个糖啊什么的，独立包装的，还不少呢，我得整点这个，今天我得要点这个。哎呦，在他这也没什么好玩意儿，没进点啥好玩意儿。你先去吃，你吃完了再过来忙活，你先去吃吧。哎呦哎呦，快递能发了！哎呀，闹闹就在这儿丢下就得了，啥都能干，快递也能发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先吃饭，我自己找找。你看看，就这点东西，一点灵芝，一点这个蜜片，人参的蜜片，一颗参好几百块钱。来，大姐，把你那个爪子拿上，我看来。你看我大姐这爪子。还不敢口的干活干的，还不敢我嘞、嗯！你看看这东北这些女的，这老娘们多厉害！关键是太那个什么了。光说人家弄个店儿，也是不容易。那手造的，我原先的时候上山的时候，这地方也开口了，后全缠起来了。行了，那些都带你给我发了得了，我就不拿了，还轻巧。行，走回家接小孩去，开路。其实那个大姐呀，早就应该把快递开开了，是吧？这样式多省劲呐，我也省事儿，她也省事儿，是吧？我不用大包小包的往回拎，她呢直接给我打个包发出去就完事儿，多痛快！不过那大姐我真的是挺服的，你看她手造的比我手都粗糙，东北女人厉害吧？自个儿一个人看两个孩子，哎呀都上大学了，厉害，不服不行啊！哎呀，不感慨了，咱就赶紧的去接小孩吧。回家。